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今天在新车公司直接跟客人收购一台2016年仅跑7万车主原厂精装升级到满配的 Toyota Altis， 影音精装有蓝牙导航系统，还有不一定每台都会升级的整合式行车记录器，清晰的倒车显影，重低音喇叭，正门上下车警示灯，精装版方向盘，车室内氛围灯，全车雷达，来看看车况吧。前车主不是住海边，也不是常存放于潮湿处，零件内完全没有锈蚀痕迹。外观部分，因为平时都停室内，灯具类与银饰条完全没有泛黄或是氧化黑斑，保持非常好。内装部分，因为跑非常少，皮质没有变质，或是长期使用导致塌陷破损，车主没有吸烟习惯，完全没有异味。很多商家为了盖掉异味，都会在前方挂一个芳香包，这台根本不用。很多跑少的车况，因为都没在用，也没时间顾车，该保养都不保养，造成内部机件故障。这台每5000公里都有固定在保养的，也因为直接跟客人说的关系，车况上不用太担心。车尾部分，后保杆和灯具没有因为倒车不慎导致破裂或是破损，车况非常好。货比三家不是比价钱，是比车子的本质和车况。如果你今天在乎车况，欢迎预约来电。对了，本店还有一台2015年跑6万蓝色的 Altis， 也是直接跟客人收的。实在就是 SUM。